Yo， 繼續是 Catherine， 今天的 video 呢就是想分享我在荃灣的荃豐中心那邊買了些什麼啦。首先就是這個好像富豪 的車啦，即是好像富豪雪糕的車啦，不過是晴日節版的，我覺得它很漂亮，所以買了，就很便宜而已，就69元。他們買了一隻藍色車頭那個呢就110多元，那我沒那麼多錢，所以就沒買一個，但這個我都喜歡的。另外就是減壓器，但這個不知道什麼來的，這個是 Infinity Cup， 這個我就選了玫瑰金啦，它就是這樣玩啦。其實雖然可能你們覺得可能很無聊，但是我玩呢很順手啦，玩得很開心，即不是開心的，是輕鬆啦。還有另外這幾樣都是在格仔鋪賣啦，荃灣開了一個格仔鋪啦，很大間的，另外就是邊拍然的小卡啦，那就4元，就有這款和這款，是啦，就是另外我就想介紹啲我減壓嘅用具啦，等等我攞出嚟先。我減壓嘅用具係，我攞緊出嚟啊，攞緊出嚟，你等我一陣。好，咁我就擺翻你呢度。首先讲紫尖陀螺先啦。咁我第一个买就系呢个啦，20元嘅。跟住呢个就系我法国嘅朋友送俾我，闪闪下嘅。其实我就好少玩呢个嘅，系啦。另外一个就我比较中意嘅紫尖陀螺就系呢、這个。好似因为嗰啲色好似好特别咁啦。虽然我知道現在出了很多新款，但是在那三隻紫尖陀螺裡面我最喜歡這款，那這個是我看著它轉呢，我是會覺得很舒服，好像很開心一樣，不要無視我的雙眼皮，因為我還未減肥成功，是沒錯。另外就是那個初頭我第一次見小波子玩介紹過的，就是色仔啦，減壓色啦，佢有第二代嘅，但我中意第一代多啲啦，因為簡單啲。咁佢就係黑紅色啦，我最主要都係玩呢個啦，同埋呢個啦，好似好有嗰種 feel 啦，好似強迫 feel。跟住另外就係呢個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另外我減壓嘅嘢。雖然係新買，但係我覺得好治愈嘅嘢。係啦，就今日講下今日嘅狀況先啦。今日翻教會啦，跟住同農傳同一個傳道人飲茶啦。咁佢今日係個 last day 啦，咁就所以特別去同佢飲茶啦。另外琴日就去咗 BBQ， 去咗一個教友嘅 BBQ。屋企嘅會所嘅 BBQ 度，去咗我教友嘅會所度 BBQ， 但係點知 BBQ 嘅途中咧就落大雨，咁結果我哋要上佢屋企度煮嘢食啦。咁開心嘅係一個特別嘅經驗嚟嘅，同埋我第一次去接觸嗰啲爐唔係。即是不是拿着支叉燒啊燒啊，那些是西式的燒法，即是那些好像一個火爐，即是那些鐵板爐，然後去燒的。如果你們有 follow Instagram 的話，就其實都知道那個燒烤爐是怎樣的。還有怎麼說呢，
同埋如果你哋中意我呢段片嘅話，就撳個 like 啦，或者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係啊。雖然可能我嘅 YouTube channel 就唔係話特別好睇，或者好多人睇啊，但係我覺得你哋每一個觀看嗰個記錄咧，係我嘅動力嚟嘅，係我拍片嘅動力嚟嘅。其實我拍片的原因是因為想跟大家 share 下我的生活點，可能你們覺得我都對你的生活沒興趣，但我知道你們是很喜歡淘寶開箱，而我又很喜歡淘寶，那接下來我都有淘寶開箱的，是的，我這個 channel 主要都是淘寶開箱，或者耐不耐有一些生活分享，那就希望你們喜歡啦。如果你哋想我拍咩片嘅，就喺留言俾我知啦。或者去，如果想即系前嗰幾段片就係講我白患病經歷。如果大家想再知道抑鬱症有啲咩特徵啊或者情況咧，咁就留言話俾我聽啦。同埋係啦，就係咁，拜拜。